月球一小步，人类一大步。这是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第一次漫步月球时说的话。美国宇航局曾上传了登月时的高清照片，现在让我们一起重新认识这颗陌生又熟悉的星球。这就是征途的目的地，月球。离月球越来越近，慢慢的可以看清月球表面清晰可见的陨石坑。飞船慢慢的离开地球，驶向浩瀚的宇宙空间。太空中遥望地球，这颗我们赖以生存的星球呈现出另一种美。漫漫的旅程伴随着太空的失重状态，给宇航员身体带来很大的困扰。抵达月球表面，终于见到了我们夜夜遥望的这颗星球的真正模样。从月球表面远望地球的样子，阿姆斯特朗登月迈出的一小步，宇航员在月球展开科学实验，采集矿物标本。原来月球上没有月桂树和玉兔，更没有嫦娥仙子，有的就是一望无垠的荒漠与黑暗。就像苏轼诗里说的，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其实能看到一个如此真实的月球，又何尝不是一件美好的事情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